大家好，我是央视主播李子萌，很高兴被网友点将诵读苏轼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月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不求有你。何处孤身啊？轻舞弄清影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不难决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